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头场五班千二泥地短途赛要快脆的大热门独赢啊！佢仲未入到集住，入咗半个身位。二五一对起飞啊！工作人员仲未出翻嚟，好啦，工作人员亦都散开，黄旗举起，二号大二头场。黄旗居随时起步，好咧，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嘅马有中档嘅飞霞比较快啦，快脆的向入面走咗上去啦。咁再见到外面嘅第三位有高山威龙，最出大众良区啊，埋变中嘅嘉信马林，中间踏雪明区啊，再后多少先见到跑出彩虹啦，粉红三四平八稳向尾五啊，尾四渐信明区，尾三红旗飞将，尾二幸运赢赢包咗落，尾就福之宝啊，过八百飞霞就放啦，跟住第二位外面有大众良区啊，第三位咧咁就系呢只大热门嘅快脆的啊，再后边。有高山威龙，内栏第五跑出彩虹啦，内栏渐信明区红眼罩嘅，中间黄眼罩嘅嘉信，再喺出面就踏雪明区，后多少个马啦，四平八稳向出面啦，幸运赢赢红旗飞将包尾咧都仲有一只福之宝啊！好啦，入正最后直路，前面飞霞放咗出嚟，接嚟咗咧个几身位，快脆的响呢个第二位，中间有呢只大众良区啦，咁再见到中档渐信明区亦都追紧上啲，咁再喺入边位置仲有跑出彩虹啊，最后百零米，快脆的已经将力弱嘅飞霞赶过，外面渐信明区一路扑紧上嚟，入边仲有只跑出彩虹，接近终点大热门啊！快脆的咧就赢马，跑第二名渐信明区，跑出彩虹第三，飞霞就跑第四啊！结果临尾独赢显示大热门咧就系呢只快脆的，咁啊可能唞过又赚埋体力，但系佢冇泥地嘅战绩啊，一样成为大热门，临尾起飞赢马，渐信明区第二贴栏嘅，跑出彩虹第三，飞霞都系贴栏嘅第四。嘅快脆的伟达啊，飞到马到，临尾得翻38蚊啊，守住个包厢位，赢马。渐信明区潘顿就跑翻第二啦，第三就硬啦，八号呢系跑出彩虹啊，飞霞只系能够跑到第四嘅啫，二搭三嘅连赢位，咪20倍嘅。哇！临尾你睇翻啲步速咧，头两段五班嚟嘅啫，45秒26啊，你可以见到今日泥地等喺前面嗰个着数程度去到边啊。嘢快脆的，好啦，睇下暂停嘅派彩，跑第一名就系二号嘅快脆的啊，独赢派38.5啦，位置16.5嘅啫。跑第二名咧就系三号嘅渐信明区，位置系29蚊。第三咧就系八号嘅呢一匹跑出彩虹嘅位置，派到100.05啊。连人位二搭三系派200蚊正嘅，三重彩二号、三号、八号顺序派11,909蚊，单贴二三八咧就派4,024蚊嘅。位置 Q 二搭三系86.5啦，二搭八咧就305蚊，然之后三搭八咧就派517蚊。哇！跑完得翻38蚊，38.5嘅。咁组合独赢3-1，结果就 A2 嘅隔夜半热门就派18.5。出闸冇几耐又埋一栏先，跟住等只飞霞埋嚟啊！咁都系依家伟达即系最杀食嘅跑法嚟噶啦，最啱跑呢啲噶啦依家。好啦，唔系另外睇下四连环，二号、三号、五号、八号啊，派3,150蚊。四重彩应该都有分嘅。系啊，二号、三号、八号、五号派到71,501蚊啊，又或者跑出彩虹啊，真系估啲。今季马房中兴啊，又赢啦，多利士。头马上先，今季伟达拍住阿霍利士呢亦都有唔错嘅成绩嘅。但马房今日出两只嘅啫，赢完呢一只就去到第六场啦，摇钱树。伟达今日其实就唔多马跑，得6匹嘅啫。咁后面嗰啲几乎都好多好好分嘅，系只靓家家叫有飞啦。好多都系阿摩嘅马添啊。系啊。
今日有三场泥地跑的，咁大家都可以真系睇下呢一场系咪真系觉得等等前边着数啦。都三场都千二啦，系啊，所以大家都可以研究下呢样嘢，都好重要噶，因为跟住嗰两场泥地都系牵涉到三 T 啊嘛。船强喺度，我哋见到，嗯，成日都系海船唔见面啊！好啦，睇下巡逻影片啦。咁一起步嘅时候咧，见到飞霞都一如以往咁快噶啦，左右隔篱就见到中档啦、三四档嗰啲马有啲少少嘅挤碰啦吓。好啦，咪睇翻前面啦，飞霞啦，入边就系黄眼仔，就快脆的啦，后面骑紧上嚟高山威龙，中间就踏雪明区，贴蓝位置今日都跟翻几前就跑出彩虹啦。另外后面骑紧啊大众良区上紧嚟啦，喺大众良区后边嗰只白帽就四平八稳拖到好厚啊吓。好啦，明之后中间黄眼仔嘅驾顺啊，后边红眼仔嘅渐顺明区，最后啲红旗飞象骑都唔喐嘅，咁入边就系嗰只幸运赢赢咧，包咗落尾都系咁喎，福之宝啊，嗯，都系比较厚啊。蹬咗后面咧，其实系得只渐顺明区啊，较为追得好啲嘅啫。系，同埋佢都喺二搭啊，一路入到直道前都已经要骑上嚟嗰啲马嚟噶啦。前面啊得只大众良区，因为早段都用咗好多力啊，咁啊变咗咧就散啦。佢系一如以往咯，即系季内都系咁嘅表现啊，跟得到都散。入面跑出彩虹，其实临尾个势都唔错嘅，都睇落似乎即系个内贴前置都真系好似好啲嘅，因为真系冇乜马响后面啊，同埋喺开边冲上嚟叫做可以近，内外都冇嘅，四名白稳骑落去冇嘅，福之宝唔多嘅，头四名我都掟甩咗后面主马群添，好啦，福榜完毕噶啦。位置 Q 二搭三系86.5啦，二搭八系305蚊，三搭八咧就系517蚊。组合到赢三拣一啊，咁啊胜出咗为 A2 咧，隔夜半热门派18.5。四连环二号、三号、五号、八号啊，派到3150蚊。四重彩啊，梗系好分啦。二三八五顺序啊，派到71501蚊。分段23:53、21:73啊，咁啊，每段就慢啲啦，因为前面快啊嘛，23:76，总时间咧就1:09.02啊，快过标准时间3:03嘅。